好了，我就输掉了。试试看，我的眼睛不够，不够。来试试看，试试看，你这一招吗？都可以。啊，你可以，你是这样的，我把，对。这一季。好，再来一次。不然你从这样吧，你蹲下这样，幅度比较大。感觉大。他蹲下起来跟 Apple 要补地就麻烦。不行嘞。好啦，不要，不讲。好，不讲嘛。其实我觉得啊，就是女生如果头有一点点歪歪的，嗯，然后笑，自信的笑就好了。如果你眼睛不够大的话，哦，我觉得清纯的那种音乐了，给大家清纯，清纯吗 ？OK， 对，然后开始的时候这一集特写，好，头歪。头的部分，那鬼哥来示范，鬼哥。好，鬼娃娃来示范。鬼哥心情不好，对不对？今天。没有。好，你们两个一起来示范看看。刚那个头歪的。头歪那集，哎，这集了。可爱。这集准备了。可爱的那个音乐刚刚。准备。你要先感觉好像要对着他看，然后才能歪头。歪这样吗？对。好，来，准备。Action！ 你心情很好嘛？那你试一试回头的，哇！好，对对，回头，好，准备，性感了，你现在是一个性感的小女人。先这一集啦，先是歪头好了，歪头，可爱的，这样还没开始哦，准备，先看着他，他好喜欢你哦，就他二年甲班的那个，好 ，Action， 很尴尬，我很可爱，好好，背对这边，这一集，好，性感的音乐，来转。鬼爸爸的超爆笑表情即将登场。好，性感的音乐，来转。有，三位，好，谢谢三位美眉，谢谢。好，什么还有问题？来，佑佑。因为你们是双人的，就是女子团体，那你们就是希望能够歌唱一小段歌曲，然后看让我们感觉谁唱的比较好。你们两个歌声应该是不一样的，其实蛮不一样的，而且其实在这张专辑我们有很多就是个人独唱的部分。哎，那刚好今天来试一试。哦。但是我们这首歌就是一人一句，然后再加和声，大家就可以很明显的听得到说，哎，我们声音的那个不同。开始喽。来。一千零一夜。的星空，这个故事没有。不适合春夏秋冬，只要和你一起走，每一个镜头都是真的感动。好，是的，那有要评分的意思吗？这无法评啊，因为他们是双人组的团体。好，什么人问题？来，万泰。就是我要请问老师，就是平常在荧幕上很少看到你跳舞，然后我今天有准备一小段舞蹈，然后想说老师可不可以表演一下，然后我教你自己准备了，嗯，你自己编的是不是？对，他想教你们。好，我们这个跳舞有点，你们都没有尝试跳舞吗？可以简单一点，第一张、第二张有，第三张就没有。老师觉得我们跳得太难，可能跳有一点问题。嗯，然后现在就一个八拍就好。好，一个八。对，就是。好，我帮你。什么样的节奏？都可以。嘻哈吗？嗯。嘻哈吗？五六七二。1、2、3、4、5。哇，
快一点。啊，对对，再快一点。建议你以后都爱玩黑社会这边坐坐，相信的舞蹈能力会大为精进哦。OK， 那今天呢，我们要玩一个游戏啦，就是你们要各带一组。红队在哪里啊？这里。蓝队在哪里啊？哎，好像不是很热情哦。各带一个，你要谁要带红队？好啊，我。你带红队啊？那你带蓝队。蓝队。好，我们进行我们的薪火相传。星火相传游戏规则，每组派出五位妹妹，用五种不同的传接器具来传橡皮筋，在限时2分钟之内传最多橡皮筋者就是优胜的队伍啦。队长可以先挑了。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，真的，我们公平，真的。猜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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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猜拳哦。好，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先选哦，哈，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。站。没想到蜜雪儿这么的客套，那也只好猜拳来分出高下了。赢家优先选择传接的器具，哇，咱们的霸王花抽中头彩油条一根。哎呀，咱们没搞错的话，还有脆皮酥，太奇妙了。话不多说，赶快来进行比赛喽！计时开始，要传完一个才能开始。一个弄完再换一个，哎，赶快传！等一下，好，这边开始第二个，好 A 的感觉。吹，好聪明哦，你是吊车吗？小心哦！好，下一条来了。还有差一点，快要1分钟了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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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来，1分钟的经过。用力的顶出去了，好，1分25秒了，哎，差一点，1分30秒了，来，还有，不行，疼了。你的吹姐姐了，1分48秒了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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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、3、2、1，对。几条？几条？几条？5条。恭喜红队5条。今天换蓝队。接下来轮到我们的威奇所率领的蓝军上场，他们有机会胜出吗？赶紧回到棚内瞧瞧喽。